之后心还是嫉妒，如果被伤后吻上了温度，不想要谁将你呵护，可什么我都留不住，我们还没结束，我好不服输。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，两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。是不愿意给我答案。杨子浩，Thank you.
说我放不开了你。你要干嘛？就像刚刚说的，把你吃掉。关键的时候头晕，好了啦，都脑震荡了还一直打头，不舒服就赶快休息。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？